乘坐 CA1835 航班的旅客请注意，我们抱歉地通知您，由北京飞往上海的 CA1835 航班登机口临时变更，请您带好随身物品，马上到56号登机口登机，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前往上海的旅客请注意，我们抱歉地通知您，由于登机口紧张， MU5104 航班不能按时登机，请您在候机厅休息，登机时我们将广播通知，谢谢您的合作。前往广州的旅客请注意，我们抱歉地通知您，由于天气原因，您乘坐的 MU9313 航班不能按时起飞，起飞时间待定，在此我们深表歉意，请您在候机厅休息，等候通知，谢谢。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天河联盟成员中国东方航空 MU2004。本次航班由首尔飞往昆明，飞行距离是2610公里，预计空中飞行时间为4小时55分。为了保障飞机导航系统的正常工作，在飞机起飞和下降过程中，请不要使用电子设备，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现在由客舱乘务员进行安全检查，请您坐好，系好安全带，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请您确认您的手提物品是否妥善安放在头顶上方的行李架内或座椅下方。本次航班全程禁烟，在飞行途中请不要吸烟。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将协同机上6名乘务员竭诚为您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谢谢。乘坐北京地铁1号线列车，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是苹果园站，列车运行前方是军事博物馆站，将会开启右侧车门，请您提前做好准备，换乘地铁9号线的乘客请在此站下车，请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各位旅客您好， G381 次列车就要到站了，请您在1站台3道等候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您在白色安全线内等候，以免发生意外，谢谢您的合作与支持。各位旅客您好， G381 次列车因故晚点，晚点时间为5分，预计 G381 次列车到达本站的时间为13点45分。本站对于 G381 次列车晚点向您表示深深的歉意，请您谅解。车站工作人员请注意，北京开往哈尔滨的高铁 G381 次列车再过5分钟就要检票了，请做好准备。高铁 G381 次列车乘务员你们好，旅客现在就要检票进站了，请做好准备，打开车门迎接旅客上车。各位旅客您好，欢迎乘坐高018次列车，本次列车从上海去往北京，高018次列车即将发车，请您拿好行李，抓紧时间检票上车。本次列车是无烟列车，请不要在车厢内吸烟。为了保证车厢内的环境整洁，
请将垃圾放入座位前方的垃圾袋内。谢谢您的合作。最后，祝各位旅客一路顺风，旅途愉快。车辆启动，请拉好扶手。车厢拥挤时，请乘客们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车辆行驶，头、手不要伸出窗外。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上车，打造安全乘车环境。